啊，医生有没有说什么呀？你还疼不疼啊？OK，刚才你师傅说什么？你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唐总也在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视频啊，我说你们两个不要这么紧张，我真的没事，你看，是吧？你都去了医院了还没事儿？我这两天抽时间过去看你一下。别，你别来，我就是胃胀气，然后去找医生看了一下。你看我现在这不是好好的吗？而且你过来的话，我也没有时间陪你，我最近都在上课。可是我担心你啊，怎么办啊？真的不用，倒是你要照顾好自己。我说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啊？你更重要。就你会说话，那行吧，那你别加班太晚哦。行了，我先工作了啊。拜拜。吃早餐了，吃了吗？啊，我吃了。哎，我刚在你车上发现了这个化验单，你昨天去医院了？你上次伤还没好，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还自己开车去啊？这不是我的化验单。哦，那不是你的，怎么在你车上？莫非昨天晚上生病了，我带他去的医院。你带他去的医院？他室友呢？他室友不在，我就带他去了，举手之劳嘛。不是，那可是那是你的家庭医生啊！我都说了是举手之劳了。那我上次在法国生病，你也没帮我约这里啊。啊，王总，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墨菲了？我为什么来法国你不清楚？我当然清楚了。现在有点不清楚了，我怎么不清楚啊？你看啊，你在这儿买了公寓，跟莫非做了邻居是吧？你还为他打了架，自己还受了伤。嗯，你还带他去参观凯曼，还去他学校讲课，只要他一有事情，你第一个冲出来。嗯，方总，依我的经验看，这演员演多了戏，太入戏了，认真了。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认真了，危险。你对莫非这么上心，时间久了，你都分不清楚是真情还是假意了。说完了，方总，该不会真的喜欢莫非了吧？你可以去上班了。啊，你不去吗？你管我？9点之前要去凯曼，赶紧去吧。方总，那个赶紧走，别废话。喜欢就是现在走啊。OK。voyons ici les dessins. On voit le plissé, la taille, les bords, le col marin, le col carré. Et puis le col dur. Alors voilà. On prend une pause. De retour dans 20 minutes. Okay. 我们上次送去参赛作品是不是该出结果了？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快看一下。看这个剪裁，剪得很大胆哦。还有这个色彩搭配，这个装色效果也好好看。什么时候到我们可以来？快点。
要来了，要来了！哇，太好看了吧！嗯，这在 T 台上的效果更好啊。是的，比想象中的样子还要好看，太完美了。